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很有趣的话题，那就是在台湾非常流行的送餐服务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送餐服务在台湾非常竞争，这种服务的普及程度可能会让你惊讶。台湾是一个美食的天堂，什么都有，而且快速便利，这也是为什么送餐服务在台湾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。只要你想吃，无论是早餐、午餐、晚餐还是夜宵，你都可以通过送餐服务轻松订购。然而，送餐服务也带来了一些问题，例如环保问题，因为送餐服务会产生大量的垃圾。还有，就是送餐员的工作安全问题，因为他们需要在繁忙的交通中穿梭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和思考的。总的来说，送餐在台湾是非常流行的，这不仅仅是因为台湾有各种各样的美食，还因为送餐服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带来的问题。